你取个避雷针干嘛？我怕粉丝说我卖的货不好呀，撞了一批呀！我的妈呀！咱家这个原包装哈，给大家上货，原包装一只才花70块钱，很多粉丝说买咱家龙虾没有档次，你自己吃你要啥档次你啊？要啥档次啊？全是原包装啊！看看一只才几十块钱，看我直播，赶紧来。